真高兴，中国有句古话：“人过七十，古来稀。”你们的妈妈去世以后，我还能见见刚刚，坐在这儿过一个七十大寿。其实啊，多亏这些年张姨对我的照顾，你们快先敬张姨一杯酒。对，好嘞。谢谢您，谢谢您，张姨辛苦了。谢谢谢谢。爸，哎，现在有一个说法哈，人家是50岁吧才算是青年人，所以您现在呢才算是刚刚步入中年，您身子骨还硬了。爸，我还没生孩子呢。等生了孩子以后，你要把孩子照顾到大学毕业。您听听，楚清提意见了吧？ 您能把小风送上大学，就必须得把楚清的孩子也送上大学。这一碗水要端平啊！对对，端平。爸，您一定要端平。我一定尽量。来，小三儿，给爸倒点酒。哎，你生怎么交代的？再三叮嘱你不能喝酒，忘了。要不就喝点啤酒，给爸倒点啤的。行，啤酒就啤酒，今天这个日子。 说什么也得沾点酒气，对呀，少来点啥？你看孩子们多高兴啊！来，来来来，身体健康，寿比南山。祝爸长寿啊！哎，快点，哎，祝福啊！还有一个汤呢啊，马上就好。那我们去拿汤去。哎，爸，喝吧。啊。 对了，去看看刘云和文凯，让文凯过来陪我喝酒，啊！哎哎，来，给爸倒上来。爸，您可以先喝点饮料。哎，哎呀，你们俩在这忙活。哎，张姨，您怎么进来了？文凯，去陪妹妹吧，管着她点儿，我怕她喝多了。哎，对，张姨说的对，我得看着咱爸。 让他悠着点。快去吧。来，文凯，陪我喝一杯。哎，爸，高兴归高兴，酒，别喝了，健康第一。好，啊，不喝了。今天你们俩都在场，我有件事想跟你们商量商量。爸，啥事儿啊？您尽管说。你看，我在这房子住了几十年了，这房子都马上就要拆迁了。 哎，说实在的，对这房子也还真有点感情。就想着这房子拆迁了之后，我和你张姨住在哪儿呢？是住在你们家还是住在你们家？爸，这还用说吗？肯定是。按道理讲，我跟刘毅是老大，你有什么困难，我们肯定会帮您一把的。 但是您的孙子小峰，他今年不是要高考吗？这剩下最关键的几个月，您想啊，这读书十几年，就看今年能不能修成正果了。我呢，就是想给我们小峰创造个安静的学习环境。哎，爸，要不这样，你住我们家去？好啊！哎呦，老三能有这种想法，真的，老三他们家房子大，爸，要不然你就去老三他们家住吧。房子是大。 大孩子出生这么闹腾，咱爸能受得了吗？怎么受不了啊？你说孩子一出生啊，张姨给你带孩子，你要是真去找保姆带孩子，这一个月得好几百块钱呢。带孩子可是个苦差，不苦。我看那电视上说呀，老年人带孩子，哎，让这个心情也特别年轻。爸，是这样，我已经跟我一个远房表妹说好了，等孩子出生以后啊，她来我家当保姆。竹青，要不这样。 别让你表妹过来了，我怎么能够说不算数呢？哎，爸，您看这么着吧，您跟张姨啊住我们家去。文凯啊，你这不是羞辱我吗？两个儿子都在这儿，我怎么能住在女婿家呢？您这就见外了。 儿子女婿一样嘛，文凯，你要看着我这张脸，就。
就别再说了。他来喽！爸，您怎么了？多喝了点酒，不许再喝了啊！ 还是大夫英明啊！大夫说人要多喝了酒呢，就爱胡言乱语。一胡言乱语呢，就容易得罪人。就算你是老子，亲生儿子也会给你点颜色看看。怎么了？妈，老爷担心拆迁后没地方住。嗨。 爸，您哪有那么惨啊？就冲您和张姨有那么多好处和优点，我都恨不能把您抢到我们家去住去。闺女真会逗我开心。我和你张姨还有优点，还有人要抢我们。那是啊，您跟张姨的优点，我一天一夜我都说不完。我说一句大逆不道的话，将来您这个房子是不是得留给儿女？ 那是不是谁对您好，您就留给谁啊？那说不定您一激动，把房子就留给我了。对，闺女说的有道理。哎，大哥，老三，你们要没意见，爸、张姨住我们家里。啊。行，我知道我这两个儿子都不能表态。 今天我酒喝多了，我还较个真儿。咱今天一定要说明白，我和你张姨到底住谁家？别较真儿啊，不较真儿。来，咱们吃点鱼。大夫说鱼是好东西。长兰，这事儿你就别管了。爷爷，我今天补习班都没去，就是为了给您庆祝大寿啊！您千万不要生气啊。小凤啊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。 来，老三，给我倒酒。爸，您身体要紧。爸，我也不想让您生气，但是有人想跟我作对，我也没办法。姐，你什么意思你？啊，你怎么指桑骂槐呢？有本事你把咱带回张姨接你们家去住啊！你当老大的不接，凭什么要当小的接啊？我当老大怎么了？我当老大就该死啊！啊，我就对不起你们老刘家了，我。臭的！ 抢救过来了，就看他能不能度过危险期了。那危险期有多长时间啊？那得看这两天的情况。那这样，刘云，你们都回去吧，这用不着那么多人，我留在这儿守着你爸。张姨，你就让我们陪着你吧。不需要了，你们都回去。大哥，刘帆，咱们轮流吧。今天我跟蒙凯现在这儿陪着，有事我再通知你们。对，行。 你们回吧，啊！去吧，我去吧。 你们是病人的家属，是。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，病人恐怕时间不多了，你们回去准备准备吧。哎，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，大夫。
我爸他身体很健康的，他上次进医院大夫也说很严重，但最后还是给抢救回来了。我们已经尽力了。啊，大夫，我爸他到底怎么了？他今年还过七十大寿了呢，他还红光满面的，他就是犯点脾气，怎么就会这样了呢？大夫，你得救救我爸，求求你，你得救救我爸。我们已经尽力了。刘云，你冷静一点，大夫已经尽力了。你看，我爸真的没救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跟你商量，你爸这辈子挺不容易的，没攒下钱来。老话说，入土为安。你们兄弟几个能不能商量一下，给你爸买块墓地呀？大家今天晚上开会商量吧。张宇，要不你先说两句。你是老大，你说吧。哎，咱妈死得早，咱爸一个人把咱们仨拉扯大，真的不容易。所以，这个墓地必须要买。大哥。你说什么，我们就做什么，全听你的。那大嫂的意见呢？我没什么意见，我就是听大家的。我觉得大嫂应该明确表个态。爸和妈都不在了，你们不表态，我们当小辈的就没有办法表态。苏琪啊，别闹了。要不这样吧，每家先出2万，怎么样？好，我待会儿回去就准备。老三，看我干嘛呀？这你们家的事儿，你们自己家的事儿，自己决定。哎呀，有点不舒服，我先回了啊。让开，大哥，你放心，这钱啊，我一定会拿出来。看看，啊，你们看看，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，过多的话呢，我也不说了。这是什么素质，什么人？你说他什么人呀？啊，咱爸现在都这样了，他凭什么还跟咱们耍小性子？我能不说话了？要不，你先回家吧。你又愿意在这待着呀？张姨，这件事情您就放心吧，墓地我一定买，啊，让刘云陪你休息在这儿，我去医院看看我爸爸。Thank you.
先睡会儿啊，上班以前叫我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说，买墓地说起来轻巧，可是咱没钱呀！啊，现在墓地比商品房都贵，这动不动好几万呢。这是咱们当儿女应该做的。是，可是咱爸的心愿多了，关键是，你得看你有没有钱呀。咱干什么事儿吧，都得量力而行，是不是？你说我这人吧，虽然没什么文化，可是我知道现在什么事儿都提倡环保。什么海葬啊、树葬啊，不但花费少，还特别有意义。你听我说呀，咱们买一棵小树，把咱爸的骨灰呢就埋在树下。哎呦，你就想想啊，你就看那个小树一天天那么长大，好像就能看着咱爸再生似的，多好啊！那实在不行，就把咱爸的骨灰埋在乡下。咱妈不是埋在乡下老家吗？是不是？咱爸和咱妈在一起也不错呀。买墓地的事我当家了。是，买墓地你做主，可是你也别忘了啊，咱家的钱我说了算。刘云，大嫂，我正要找你呢。我来是想问一下，给咱爸买墓地的钱什么时候拿？我跟你大哥商量了，咱不一定给咱爸买墓地呀，是不是？咱可以把咱爸的骨灰呢埋在乡下。你说咱妈一个人埋在那儿多孤单呀！我就觉得，咱爸就是不在了以后啊，可以把咱爸跟咱妈埋在一起呀，那儿空气又好，鸟语花香的还安静，多好！这想法倒是挺好的，但咱不是开会都决定了吗？先给咱爸买墓地。等以后有了合适的时间，再把咱妈的骨灰迁过来。那张姨去世了以后怎么办？啊，把他们埋在一起啊？这都不行不行，一夫两妻违法。大嫂，按道理说，这买墓地的事儿吧，应该你和大哥操办。你们俩是这个家的老大，主意你们定。那我问你，楚清是个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就是说啊。只要这楚清把钱给你，我二话不说，我把钱也交到你的手上。否则的话，那别怪你大嫂啊，我小心眼儿。行了，这事就这样吧，我上班去了。刘帆，我是诚心道歉，不想和您吵架。钱确实是被我朋友借走了。再说了，买墓地的事情是你一个人的事吗？大嫂会拿出这笔钱吗？大嫂是咱家老大，她要是先拿钱，我就算是借，会把她借过来。楚清，你怎么又拿大嫂说事了？她是大嫂，我一切要向她看齐。我不管，这一次你一定要把钱给我。我说过了，没钱。楚清。楚清会答应出钱买墓地吗？什么意思？他跟您说他可以买，但是他家没钱，反正卡在他手上，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哎呀，我就是他肚子里的蛔虫，他怎么想的，我心里一清二楚。他怎么想的？他肯定会跟刘云说，只要大嫂买他就买。我这次啊，还就让他来带这个头。你这么做不是让刘云为难吗？那是他活该，谁让他多管闲事呢？一个嫁出去的闺女，她瞎掺和什么呀？我跟你说啊，刘毅，这次买墓地的事儿，张长兰当不了家，老三也当不了家，咱当这个家，咱说买就买，说不买就不买。哎，刘毅，你也掰开你的脚趾头，你数一数啊，咱这一个月才能挣多少钱呀？是不是？这小峰马上就要上大学了，这学费还得多少钱呢？咱爸都那样了，你说买哪不是买呀？哦，非得花好几万块钱买块墓地呀？这不是给儿女添麻烦吗？这怎么说话呢你？我怎么说话了？我就这脾气，你不老说我是小人吗？啊，是我是小人
啊，我也想多干些什么崇高伟大的事情，可我没钱呀。我要有钱，别说是买墓地了啊，我还选个风水宝地，还给咱爸建陵墓呢。我，哎，我话还没说完呢，我，进来。为了买墓地的事儿，我也不瞒你，大嫂在你的身上打赌呢。打赌？大嫂说，你要不拿，她也不拿。她要向你看齐。那我要是不拿呢？那结果就会有两个：第一，你让大嫂把买墓地的钱省了，她心里高兴，嘴上还会把理由推给你；第二，墓地买不成，刘凡心里肯定会怨你，你们两个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。刘云，大嫂，楚青已经同意拿钱了，你跟大哥商量一下，明天我们去买墓地。你说什么？楚青他同意拿钱了？啊，同意了。那行，那你把钱拿过来让我先看看，好吧？大嫂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！喂，喂，去，挂了。那有什么奇怪的？哎，行，不奇怪。我发现你这人就是个木头，你没说走啊？哎，你看那谁？你有毛病啊？那是张姨啊。我知道是张姨。我跟你说，她就是一个老太太，一个跟咱们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的老太太。真的，我看见她，我心里咯噔一下。张姨今年也60多了，就是个家庭妇女。你说咱爸健康的时候吧，他们俩就靠咱爸的那点退休金生活的。你说咱爸要是真没了，他又没有收入，谁养活他呀？你看我干嘛？我说的这都是现实问题呀。张姨啊，你放心，我和老三养。你说反了。到底想说什么呀？简单，你知道吗？赡养老人不是说哦，你给口饭吃，给双筷子这么简单，牵扯的事情多着呢。比如说看病，现在的人呀，一查得病那就是癌症。你知道治个癌症得花多少钱吗？而且我跟你说，咱们张姨连医疗保险都没有。刘姨，你的好意我懂，赡养老人呢是做子女的应该的义务，那你说要是楚青不愿意养怎么办？毕竟张爷又不是他亲婆婆，你要楚青不愿意，咱们家的经济又那么困难，这全是问题呀，咱承担不起。今天去买墓地去啊？啊，这要买墓地啊，我得说两句。这买墓地啊，这讲究可多了，千万别以为这价钱高的就是好。哎，行了，妈，你这不是，你别打岔，我这还没说完呢。这买墓地啊，它讲究一个风水，千万别小看这个风水啊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过去咱们说谁命好，那就说他们家祖坟冒青烟了。为什么冒青烟呢？说白了，那不就墓地选的好吗？所以，刘云呐，你给你爸选墓地，那是造福子孙后代的事儿。
妈，您这叫迷信，知道不？什么封建迷信呢？你不信呢？我信。哎，行行行，您别唠叨了，赶紧吃，吃完了送王可上学。哦，嗯，不吃了。嗯，我走了。哎，那个总，你快跟着呀。妈，别让文凯去了，他今天还得上班呢。上次犯病的时候，就已经把寿衣准备好了，就放在柜子里。没想到，七十大寿还没过完，就用上了。我不放心离开这儿，你能不能替我跑一趟，回家把那寿衣拿来？这是家里钥匙。行，刘姨，你放心，我取完就回来啊。归张长兰所有。现在快不行了，你们进去告个别吧。重症室要换下隔离服。告什么别？啊！告别！哦，老刘。
爸。你想说什么吧？怎么就成这个样了呢？别难过了，张姨，多好的一家人呢，啊，怎么就非闹得让你爸生那么大的气，连命都不要了呢？这辈子活得最舒坦的日子，就是和你爸过的这几年。他对我那么好，我真想多为他做点什么。这是事实。回去吧，我没事儿，躺两天就好了，不用你们劳神。哦，对，有件事情我得跟你们说清楚了啊，帮我拿，我从这儿。你爸一个月挣多少钱？你们都知道。这900块钱的退休金，也就是我们的生活费，攒不下什么钱来。这存折上有1000多块钱，我就不分给你们了，成吗？张姨，这个钱您自己收好。要不然你们两个先回去吧，我留下来陪陪张姨。他们走了。您想吃点什么？我去给您做。不吃。正好他们走了，我能跟你单独说说话。我想请你。
帮我做两件事情。您说。看看谁家需要带小孩的，我去。还有需要做饭的，我都能干，我能自食其力。张姨，这样不行。你听我说完。这房子说拆就拆了。张姨，这房子拆迁还得有一段时间呢，你先好好的养病，这些事先不想。到时候我一定会帮你想办法的。先帮我找个活干。张姨，先养病，先养病啊。放心，我是真不愿意麻烦你们。听说要开什么家庭会议，要我说呀，刘家三个孩子每人一个月给张100块钱，不就齐了？一人才100呀。哟，这100就不少了啊！再说张姨年纪又不大，还可以自己找份工作嘛。张姨都60多岁了。60多怎么了？啊？刘云在咱爸的寿宴上是怎么说的？他说70岁才正式步入中年呢。那咱张姨才60多岁，这说明还没步入中年呢，怎么就不能找份工作自己养活自己呢？先别看了，先别看了，咱们可以给张姨再找个老伴儿，把她嫁出去。我话还没说完呢。现在这黄昏恋多着呢，你说咱爸和张姨就是黄昏恋，这有第一次怎么就不可以有第二次呀？又不丢人。哎，你就想想。啊，你说一个人住那么大套房子，那生了病都没人照顾呀，你说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？再说了，咱爸和张姨那也不是原配呀，没必要这么守着呀。就算是原配又怎么了？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，你说咱们的思想是不是也得跟得上时代呀？我发现你现在的这个装哑巴本事真是天下第一了啊。反正我的意见就是要拿就100块钱，多了我一分都不拿。大哥，大嫂在你身边吗？你说吧。我担心晚上咱们开这个会吧，大嫂会有不同的意见，这样就比较麻烦了。我想呢，咱们能不能投票决定？投票？对，少数服从多数，这样就不会出乱子了。反正啊，不管你提什么意见，我跟文凯都同意。待会儿呢，我给老三打个电话，这样咱们至少就4-2了。这样做合适吗？怎么不合适啊？想让大家意见都一致，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，只能这样了。行，就按你说的办吧。刚才二姐来电话，说要在大哥家开家庭会议。什么事儿啊？关于张姨生活费问题，你有什么看法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和大嫂吵起来的。5个勾，1个叉。他是我打的，大嫂，要不这样，我出400，你拿200，你看怎么样？楚清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支持刘凡。Thank you.
我们没有选举，楚清他哪有那么好心？不行，我要抓紧时间，让刘云和楚清看到一处。 张姨，这是我们给您的一点生活费，您别嫌少啊。我不能增加你们的负担。您踏踏实实的。哎呦，收拾差不多了。坏了，楚清，你歇会儿吧。哎，这是个什么呀？不会是咱把存折吧？ 存折？什么存折呀？我看看。这是咱爸跟咱妈的结婚证。遗嘱：一，房子归长孙刘晓峰所有。 好友顾建成曾在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，借给我10万块钱，但一直没有能力偿还，希望儿女能完成这个遗愿。哎，牵手的时候多么不容易，在哭。 那段甜蜜。